你一夜没睡，一会儿就去。练了一晚上玉藻前。 不小心 OB 到了 ZG DX 和 TAT 战队的训练赛录屏，大家都知道这视频肯定是 OB 不到的，这次肯定是故意放出来的。总之 ZG DX 就是输得很惨了，对面阿泰用玉藻前把 Smelling 打爆 ，Smelling 直接成了突破口，看得出来队友很努力想翻盘，但是 Smelling 实在是太垃圾，太拖后腿。看看你们这几天吹的国产输出新希望，什么东西啊？别人随随便便用同款时针摁在地上死死摩擦，太垃圾了。 赢了吹，输了黑，你们真有一套。一盘训练赛能说明什么呀？而且那么的巧，一直赢的就输了这一场就被放出来了。TT 战队齐心可诛啊！为什么拿了那么多冠军都没几个人喜欢这个战队？是时候可以深思了吧？教皇和成哥相继离开 TAT， 真的是正确的选择。想必他们的粉丝也松了一口气吧。 喜欢一个队员，但是讨厌他所在的战队，绝对是一件矛盾的事。当初吹的飞起的不就是你吗？赢了一堆国内弱鸡队，我就叫的比谁都大声，笑死人了。现在被打脸疼不疼 ？ZG DX 收了这弱鸡中单，真是倒了八辈的血霉，强烈要求明神的替补中单绿回归。我的天哪，这 TT 太孙子了！训练赛的视频为什么要放到网上呀？ 先是故意挑衅，逼得俱乐部不得不出面回应，然后又刻意针对同僚，现在又擅自把视频放到网上，引导网友网暴我队新中单。这行为简直就是无耻，卑鄙无耻！炳安，你们俩最近情绪波动有点大，你要乖一点。嗯，也怪我，没跟俱乐部据理力争，让别人欺负他。哎，小姐姐才来多久就惨遭阿泰这样的毒手。 他不会从此一蹶不振，不敢再上场了吧？这姑娘不会自闭了吧？这都在房里关一天了。她要是真的这么不堪一击，还真不适合打职业。她毕竟是个新人，这种事情应该也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。哎，我们作为她的队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更应该要理解她。对，她毕竟只是个20岁出头的小姐姐，我们得保护她，关爱她。老 K。 听见没？保护、关爱，它是什么国家三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吗？还需要关爱保护？电子竞技无关性别。啊，不对，三级。大熊猫不是一级保护动物吗？啊？